哇，那边都还有嘞呀，爸爸的都还有。喂，红姐，可以上，可以三到三只，楼下。 给开了给他们。啊，个阿哥都还有个，你看。嗯，你看打架，然后那个谁？有可能。分到分界地的，每个人回每个人的角色，看到没有？肯定是角色。为啥子不能给他上来蹲呀？打架噻。你看他吃一个笋子，看他是哪个吃的。你看，看他啷个吃的，看，咬断。 他吃椰子，真的是这种大的啊！像丝，像丝干子一样的丝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好像人吃了，嘎，这种感觉。 他把撕一下，就是给他要把皮皮撕了吃的啊！啊，就像我们吃干子一样的那种，他撕一下，然后吃中间的。他把皮皮撕了，他只吃中间的新鲜。嗯。咋可能？那个，哎，这个熊猫应该会爬树哦。对，它不能台湾的。 在那个，给我们家那个，好，是吧？那撕皮皮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撕皮皮。这个也在这里。还有，嗯，这一毛。这块儿呢？长了一圈，还有一只呢，这。对，有点大的。你压个牙口，真不动的。 他给你一圈，你给他一圈。有时候也可能走到这沟里哈。啊，熊掌耶！啊，要上树了以后。他圈儿都哪儿都痒。啊，这儿呢，这儿。啊，那边啥？那儿吃竹子。嗯，熊猫吗？哇，那只好大。放多不放都摸不着。 也还生疏了，哎呀，吓人了！哎呀，不讲黑灰熊，吓着了。哎呀，哇，你还看到这个就是三只，啊，那边那个公熊，放倒的。你们一叫把它黑了，它算了，我不怕了。真的是个小熊哈，这个熊。嗯，有这个可能。 有这个可能。他这两天就怕了，哎。他先，就他先喂一只。有只早就把它吃了。他们给人家分开了，给他老婆。你想啥的？那个大。嗯。 过来了呢，他过不来。还是在那吃那个东西，听到声音。看到他，像我这种。吃的狗松，看到他那个纪录片上说的那种，他是多吃的啊，这个肯定没有，肯定是另外一种了。但应该还是是一样的。 我在那个四川到家了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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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时候管气温度行，除非当泡温泉了。喂。完了，酸痒一下。